手部衛生是預防感染最有效的方法，所以時刻保持雙手衛生是至為重要的。如果我們雙手是沒有明顯的污垢的時候，是可以用酒精搓手液潔手。如果我們雙手是污糟了，又或者去完洗手間，是需要用鹼液去潔手的。記得潔手七式，捽手至少要20秒。